因为它的 look 呢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这是我们今年的秀上款，呈现出来非常清新，然后非常活泼的气息。相信呢，这也是大家呢看的一个馆庭非常不一样的一面。好，我们从中间先开始，中间是先慢慢的来到左手边，通道不要逗留，再来到中间，慢慢的再看向右手边，中间再麻烦。我还转一圈哦，非常欢迎婉婷。还有需要补拍画面的，请挥手让我们知道一下。来，中间再麻烦。然后最后倒数几秒钟的时间，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。侧面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我们再次的欢迎婉婷，也希望你 enjoy 今天的 party。